落雪啦，广州落雪啦。不过呢一个并唔系会融化嘅雪花，而系随风飘扬嘅梨花。喺从化旅田镇桂芳村种植咗5000亩嘅梨树，一月下旬陆续开花，星星点点嘅小花汇聚成一片雪白花海，吸引唔少游客慕名而嚟啊！几乎每年都有嚟嘅，因为错过咗桂芳村嘅梅花啦嘛，梅花已经长晒叶啦，所以咧就谂住唔好错过梨花啦。飘嗰啲花落嚟啊，感觉系好似落雪咧。我哋南方人好少见到雪啊嘛，一梨花一片白茫茫，好似好雪咁样样，真系好好写意啊！抬头望树顶嘅梨花，以云雾缭绕嘅桂峰山作背景，更显素雅壮观。而行近欣赏，梨花小而精致，喺绿叶嘅衬托下生机勃勃。想在雪白花海中拍出靓相，不少街坊就在颜色上边落功夫，大红、粉红，仲有渐变色的围巾，为呢一片雪白增添了不少色彩。嗱，譬如我哋呢啲丝巾比较红色啦，咁啊抢眼啲啦。咁如果佢系白色，咁我哋就衬翻啲丝巾咪好睇啲咯，系咪？为了提高佢个价果嘅质量啊，特登修剪嘅。一个咧就系保证有观赏性啦，二个咧就系我哋嘅果实咧卖得更好。而家咧属于盛开期，开到70%左右。未来天气如果冇雨水嘅话，仲可以持续一个星期。